啊哈！哇，没有他们，两个发型，对呀，太显眼了。现在有一点，就是怎么讲？第一个什么会？第二个不是我们等他到几万的时候再来开始，我们要高冷一点。来啦来啦来啦！你看才300，火气才300而已现在。那个火气到10000好不好？哎，什么10000？3万，3万开始啊！3万，有可能我们一整个直播都不讲话。嗯，好。这叫什么？你现在一定要有这个坚持。你要直接生吃啊？没有，你试一下。1.5万，1.5。来，2万，快3万，3万开始。OK， 大家好。好，今天就我们两个，现在就我们两个。对，你猜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噔噔噔噔。不要！再来！你不要把我手机丢下去啊！我也怕。怕我手机掉下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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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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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欸，我知道，但拍起来是没那么好看，看起来太好看。不是因为要这样子，就我看他可以这样子把 camera 转过去吗？有办法吗？转不了，转不了，那只能这样。哇，我手机掉下去，我已经哭死了。掉下去能看着他看到什么东西啊？这巧克力。对啊，反正我们现在就是上海工作完了，然后我们两个，对，刚工作完，因为我们两个是最后收工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来吃饭了，庆功宴。对，庆功宴，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吃的东西。哦，又是那个、啊。哇哦！我每次一定要吃的东西。对啊，哎呀、啊，所以其实我们就哦，就想我这样子看这样子。喂，你手机会烧着吗？这样子不会。来吧，你把椅子拉过来。对啊，我们因为一整天都没吃东西，现在特别饿。没有，一天不吃东西只有你而已。我是要吃东西。你想这个兽脸应该没开吧？没开，我已经一定要关掉。这是 我上次不小心开到兽脸，然后看起来脸超瘦，真的是外星人一样。然后我一出镜带回来的时候就穿帮，但我自己不知道。就有一种视频，就是有时候他在拍视频也很漂亮嘛，然后稍微动一下就完全不见，就是他整个脸就叭叭叭叭这样，真的有一种视频。我看一下、我们真的很爱，当然是爱吃火锅。当然呀、啊。火锅男团那种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吃火锅，很正常。去外滩吗？好形象。我们两个吃饭、啊、你看我们两个挺像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我们头发像。不是，我们现在整个挺像，有点像双胞胎一样。双胞胎，我不想跟你当双胞胎。我也不想。Oh my god！ 对对对。哇！耶耶！我说我们夫妻像了，天哦 ！Oh my god！ 你看我跟你讲一样的话。不是。因为我们来了上海两天了吧？对啊，这两天我们都在工作，然后都没有吃到。哎，其实也有，昨天我们也有吃，我们去吃的就是那种道地的，道地算道地的吗？什么？干嘛？地道。你有今天啊？喂，现在不是只有我坤哥看到，现在是几十万人看到，有没有？哎，啊、他说那什么地道的上海菜，定了、哎，你有今天打什么？地道上海菜，然后吃了好好吃，你别愁啊。对，然后超好吃，然后现在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经纪人哥哥陪我们来吃饭，他就在我的旁边，但是他不想出来。他刚刚有规定我们不要求他，有没有？对、啊，没事，但是对啊，我就想跟大家声明一下，嗯，我们的可爱。哎，他知道，已经知道了。OK， 今天星期五晚上嘛，然后明天明天放假，你们大家干嘛呢？我感觉那个锅要爆了，现在是不是应该？我看手机没，喂，手机没事，没事，不是，但是这个哥是不是要把这个锅开了？现在我感觉要爆了，现在。烫不烫？他们会哇，你们看，等一下。你们看，哇，超漂亮！哦，可以看到东西了，看到。不是，因为我翻会磨，我自己也看不到。哥哥，你先吃聊吧。对，你们先吃呗。哥哥，你先吃吧。对啊，然后，哎，要不我们也边吃边看他们聊吧。边吃的话，我肯定吃不了，就先聊完再吃。没事啊，我帮你涮肉，是不是？多男友力爆发，现在。你别跟我男友力。太疯了！来，一天搞这东西。
我先把这个手架放进去。哎，这其实真是哦，这是我一个梦想，就是开吃播。开吃播，你吃法别那么多。啊？我你怎么知道我吃不了别人？你就吃不了。来。这么好吗？什么真的吗？这样真的好吗？这样真的好吗？喂，我要吃辣鱼，我的肉要吃辣鱼，我胸前辣鱼。我有说要给你吃吗？你我自己吃了。你要给我吃吗？啊，我自己吃了。你看，得了。哎，别喂我！我没有喂你，我给你闻。好像我不能闻到一样。Oh my god！ 哇，他吃个东西要羊叫一下，天！哇，好烫！这我不开玩笑。这个，大家明天如果看到我们脸很肿的话，就是因为今天了。没什么道理这样说话。好好吃，小心嗓子。没事，我们嗓子好得很。嗯，哇哦，嗯，那么好吃。嗯、你老干妈呢？不吃吗？没有，真的。哎，你叫那个谁进来吃吧。嗯，哥，不然他真的好。对啊，感冒，感冒好了差不多。现在对啊，感冒好了差不多，现在换我了，传染给我。换你啊。换我的，哎哥，我不开玩笑，这个不是真的不是开玩笑，这个东西是吧？是吧？超好吃。好、嗯啊，那个放屁的，放屁的。我喝的就是我最喜欢的雪梨汁儿。对啊，雪梨汁儿，一碗米油的话，我一定叫一杯，超健康。天气们，你们要注意。我们穿很多了，你看那么多。没有，穿两件而已。Yes。对啊，可爱。没那么冷清的，没那么开心。你们哎，你们建议我们点什么吗？就什么好吃的？我们现在有虾滑，有牛肉骰子，骰子牛肉，骰子牛肉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你中午点那些，别笑死。对不起，我最近没。嗯。跟关注毛肚。毛肚哦，毛肚点了点了一点。对。是吧？哥，你是吧？对，嗯、是吧？牛舌没点，点了，点了吗？嗯，真的，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倒地啊，哦，兄弟，倒地，你真的你是故意地道，地道，这是什么倒地？喂，你们听到我吧？地道的说，今天一定要截图发转发几百条，笑他倒地，因为他笑了我一年多。我笑你什么？李料啊？不是，谁会把料理说李料？谁会把地道说？谁会把地道说倒地啊？啊，这是哎，你看，说牛舌，牛舌道。现切牛舌，来试一下。嗯，不是我真的觉得你直接先吃啊。啊，对，你怎么吃？吃啊。嗯，跟牛舌吻。哇、哦！对不起，因为我是羊。应该是跟牛打车轮。什么意思？是粤语的亲吻的意思。不是，这个真的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嗯啊，确定没开瘦脸吗？我不想开。我不知道，不是你离开然后再回来。没开，我们两个有点瘦，真的。嗯、他说你戴美瞳了吗？没有啊。你不是戴他这不是美瞳，他是那个隐形眼镜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是从以前看他。就是没有隐形眼镜，到现在戴隐形眼镜，在那个过程，就是从他一开始很怕碰到自己的眼球，到现在完全不怕。那我可以让眼球滚来滚去是？对啊，就是翻到后脑勺再翻出来。对对对，因为翻嘴巴要含几下就吐回去。你有演恐怖电影啊？对。好啦，我们再五分钟我们就吃饭了，不然其实这样子，对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放开吃。对，我们放开吃。因为我们放开吃的话，你们不想看，对，我们会毁形象。牛舌试一下，哇，真的，真的上海真的好美，不开玩笑。就我去过那么多城市嘛，嗯，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上海，尤其晚上，因为我们走晚上，就是嗯才有时间。对啊，哇，牛舌好鲜啊，好新啊，好吃，也是牛舌的味道，但超好吃。对啊，嗯，我不喜欢太咸。好啦，
十几万，十五万。嗯。其实它这个动的太快了，有时候看不清楚。每次说一次就好。对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也要去吃饭了。对，我们先吃饭吧。以后有可能，等一下会再跟你们见面，有可能而已。对。你再答应别人又不做怎么办？我不是我，所以我这次没答应。我说有可能而已。我上次有可能是给别人期望，给别人幻想。对啊，但是就是到时候我怕。